慈悲。各位学员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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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讲有关下品下生的启示，下品下生的深意。我在无条件救度这一本书有列出30段30个内容，请大家利用时间看啊。那么这一本书在后面呢，有列了几段这个法语，是很好，很能显出我们这个法门的圣意，还有弥陀慈悲的广大。我们呢一起来诵念一遍，请翻开296页。开始哈，一，我命大海，岸上众人皆大呼，努力往上游，游上来，游上来，唯有一人躬身入海，救我于岸。岸上众人者，其他诸行也，躬身入海者，弥陀一佛也。二，凡夫最重，教之佛力，犹如大海一滴，石头量重，投入大海必沉，投入大船必浮。凡夫最重，投入六道必堕，投入怨船必堕。三，若靠弥陀，重罪丧灭，何况轻罪？不靠弥陀，轻罪不灭，何况重罪？一沙虽轻，直沉海底，纵使沉船，可达彼岸。四，众生受大苦，悉是佛之苦，恒时欲利益，犹如一子过，盲聋不见父，父母常见子，众生虽不见，弥陀实在前。五，烦恼具足的凡夫，犹如黑炭，再怎么磨洗也不能变白。六，仍靠自己的努力，不能脱离轮回，唯靠弥陀救度，不但能离轮回，而且速成佛道。七，佛教的特色是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拔苦与乐，以及是纯净平等的爱心。佛教若无大慈大悲，不能救苦救难，拔苦与乐，即非佛教。佛教84000法门之中，能圆满救苦救难、拔苦与乐的法门，即是净土法门。八，净土法门讲爱心，以及讲弥陀慈悲的爱心。弥陀慈悲的救度，
九，弥陀爱一切众生，但愿众生皆往生，不愿一人独轮回。十，弥陀爱我们，弥陀为救度我们，以五劫时间为我们发愿，以永劫时间为我们修行，十劫之前终于为我们救极乐世界，成就我们能够往生成佛的功德。此功德皆在南无阿弥陀佛至光明名号中，使我们信心求念。十一，弥陀爱我们，他若不慈悲，我们得救无望。弥陀五劫所发的愿为我们而发，弥陀六劫所修的行为我们而行，弥陀愿行所成就的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净土，所成就的六字洪名是我们往生成佛的功德资粮。九，弥陀慈悲救度，主动积极而来，不因祈求拜托，不问对象，不讲条件，与智慧无关，与学问无关，与修行无关，与道德无关，与善恶无关，不论何人，只要相信，只要接受，即能得救。得救之人，已是极乐圣俗，以非凡殊胜。十三，弥陀是超越善恶，讲求爱心，我们如此之恶，佛仍然爱我们，因为爱能接纳一切，包容一切，遮盖一切，舍免一切，所以救度超越一切。十四，弥陀救度的爱心超越一切，超越通途之因果善报应，超越世间之公平公道正义。也因此，即使我们极恶无有出缘，也能蒙救。十五，救度的法门以爱心为原则，非以善恶公平为原则，单用爱心的原则代替善恶公平的原则。十六，纯正净土法门乃超情离见之不可思议法门，是佛与佛的境界，与凡夫但能无条件的信受，丝毫不可离异。不可思议即是指弥陀的慈悲救度，故欲入净土门之人应信受弥陀救度。十七，虽是凡夫，若信受弥陀救度，即是大福报大智慧，若专称弥陀佛名，即是大善根大功德，若弘净土法门，即是大慈悲大愿力。十八，净土法门坚信其千生
万姓即万生，五逆十二即众罪人，应堕阿鼻，佛可以救。若不信佛，佛不能救，因为不信佛，不靠佛，不接受佛的救度之恩。十九，净土法门谁信受谁得救，谁不信谁沉沦。二十，信力救度即是真实功德，以弥陀救度即是无明颠倒，信弥陀救度即是绝对之善，以弥陀救度即是最大之恶。二十一，内愿有信心，外愿就有行为。内愿是什么生命，外愿就是怎么样的生活。内愿是佛的生命，外愿就能过着慈悲爱心的生活。二十二，信佛救度，自有德行。生命中没有佛，如何行出善来？为非作歹，都因为没有佛的生命在里面，心中无佛。好，这几段的内容很浅显，容易明白，但呢，有几段如果没有以正面来看待它，没有正确了解净土法门，那么就难免会误会哈。那所谓知之者啊，知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能理解的话，那就理解；那不能理解的话呢，有所疑问，那就可以放着啊，放着，不要因为有疑问，然后呢加以批驳啊，那这样恐怕呢对我们就会不好啊。所以知者为不知，不知为不知啊。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吹如也。抱着这一种观念啊，接下来引用这个事例啊，刚刚讲的下品下生的经文是理证，当然也是事证啊，不过理证的部分比较多。接下来用事证，请看这个犯饥饿人异乡满室这个典故啊。我来念哈，犯饥饿人异乡满室。长安张钟馗杀鸡为业，乱中大家啊，犯饥饿人异乡满室。我先来解释这个标题，犯饥就是杀鸡卖鸡的人，杀鸡卖鸡或者杀猪杀羊卖动物类的啊，以一般人来看呢，这不算什么，饿不饿，因为那也是某种职业，但是以我们学佛的人佛法的标准来看呢，那是恶，不是善啊！在我们学佛修行当中，所谓三十七道品，其中的八正道，八正道有一个呢，就是正面。正面就是善的职业，不是恶的职业，就是正面。如果
贩卖动物、杀生，或者贩卖钓鱼的，哦，或杀生物的器具，那就是属于这个邪命。所以这个命呢，是指自己的职业，养活自己生命的工作，叫做命。一个所有修行的人，即使不能出家，在家的话，他所做的事业必须是正命，不可以是邪命。那么这个贩鸡，在佛教里面呢，都卖鸡、都杀鸡，那算是邪命，算是恶人。贩鸡恶人，异相满事。哎，这个贩鸡的恶人，临终的时候。居然异香满室，异香就是很奇特的香味，一般世间闻不到的，唯有是佛菩萨现显才会有的香味啊。那反而这个杀鸡的恶人，临终的时候有香味，那一个行善积德的人，临终未必有香味，那难道是因为？不是杀鸡卖肉才有这个香味吗？还是什么原因呢？接着我们请看内容。长安张钟馗杀鸡为业，命中见肥夷人驱群鸡至，畅脸灼灼及四项上灼，两目血流，痛不堪忍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唐朝时代，长安城的地方。长安是唐朝时代的帝都，唐太宗啊、唐高宗啊、武则天啊，他们就是在那里治理国政的。那么有一个人叫做张钟馗，他的职业就是杀鸡卖鸡啊，一辈子都杀鸡卖鸡。命中要死的时候，看到穿红衣色的人赶了一群鸡来到他的面前，而且。还大声地呼唤这一些鸡啊，你们尽量去把它啄啊，去盯啄这个人。所以这一群鸡呢，就四面八方的来盯这个张钟馗。张钟馗呢，被盯得满目疮伤，连两个眼睛都流血，痛不堪忍啊。那么有沙门弘道见之，会摄像。劝念念佛，呼嘴香气满室，群鸡散去，即端坐化云。佛祖统计卷二十八以及净土圣贤录，这一件事情是记载在佛祖统计。佛祖统计这一本书是从宋朝时代所写的啊，那个宋朝时代离这个唐朝那个时代呢是有。几百年，那算几百年了，这种殊胜的难得的事迹也一直流传的下来啊。这个沙门弘道从那里经过，看到了未摄像，就跟他啊这个树立南无阿弥陀佛的像，然后劝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了念了，当下。红衣人也不见了，一群要咬他的鸡也不见了，反而呢是香气满室，整个房间都有香味，大家都闻到了啊。在那当下呢，他就端坐着往生极乐世界了。这可以说是非常殊胜啊。那么这一个贩鸡恶人，他一辈子没有行善积德的，或许一方面贩鸡，一方面也在做善事啊，但是导致最后这个样子，表示他的罪业是蛮重的。那如果没有遇到这个弘道沙门，没有劝他念佛，他。病中的时候会很痛苦，死的时候呢，就会到地狱去了，啊，可以说，人生啊，有时呢，看人要看
后辈子，啊，前辈子即使呢庸庸碌碌，甚至误入这个歹徒，但临终突然能够这个有善知识引导，啊，就能够脱离轮回，往生极乐。所以对临终助念这一件事来讲呢，可以说是大慈大悲的，同时他又是非常容易做得到的，在临终短短的时刻就能够使要堕落地狱的人不但不堕落地狱，而且还脱出轮回，这是很殊胜的一件事。那当然靠的是什么呢？后面我们有解说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典故。沙牛图氏紫云绕家，这两个标题是互相做对句的，前面是异乡满寺，后面是紫云绕家。分州人不得幸，沙牛为业，临终病时见树头鸟，逼处其身，告妻子曰：“请生救我。”请生至病人曰：“师诵佛经，如弟子重罪，还救得佛？”师曰：“观经中说，临终时念尚得往生，佛岂妄言？”遂应声念佛，忽而异香满室，殿中众人皆见异香瑞色，祥云绕其宰上矣。瑞应三传，这个典故是记载在瑞应三传。瑞应三传是谁写的呢？就是少康大师，啊，少康大师，啊，还有跟一位这个法师所写的。他的年代呢，是离善导大师不久的时代，啊，那他这里所写的是分州人，啊，不晓得姓名。分州的话，从地图来查，是在这个山西省的地方啊，离这个唐朝长安还有一段距离。接下来呢，请看啊，长安张善和杀牛为业，临终见牛数十来云：“汝杀我。”善和告妻即请僧，即为说观经：“若有众生作不善业，应堕恶道，善有告令自心具足十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”善和大叫云：“遍入地狱也！”即以左手擎火，右手莲香，转身向西，厉声念佛，为主十声，即云：“佛来也！”宜于我宝座，言期而终。佛子统计卷二八净土圣贤录，这两段记载啊，一看几乎是同一个人，因为内容都相同啊，只是前面说是丰州人，而且不晓得姓名，后面呢说是在长安，他叫张善和啊，所以这一件事往往都是以张善和，哎，来说明这样的一个人。那这个张善和一辈子杀牛，死的时候看到数十条牛啊，有的牛用脚啊，用牛角来挖他的眼睛，有的用牛的腿来踢他的身体，这个叫逼处其身。像这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，非常惧怕，也非常痛苦的。那个时候呢，立刻跟他太太讲：“你去请师父来救我。”那师父一到了，他就问他：“
师父啊，师父啊，你一辈子诵经了解佛法，在经典当中有没有说像弟子这一种重罪的啊，能够救了的，能够救度的法有没有啊？这个师父啊，就跟他介绍观经，跟他举出观经下品下生的人啊，临终时念也得往生。这是我亲口所说的，是可以相信的。所以你现在呢，要临终了，你一辈子虽然没有十恶五逆，但呢，同样都是临终重苦逼迫。只要你念佛，就能够解脱，就能够救得了。所以他就应声念佛，后面所说的立声念佛，立声就大声啦，近七地念佛，念啊念啊，突然间闻到满室的香味。那么死的时候呢，大家无意中发现屋顶上祥云啊，祥云绕宅。祥云，什么祥云呢？我们看的这个云不是白色就是黑色的，那祥云呢，就是指这个有其他的颜色，譬如说彩虹的颜色，好几种颜色。所以它标题说紫云绕家啊，这个紫云表示有其他彩色的云啊，环绕着他的家宅，显示着他是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香味从哪里来？从佛菩萨来，有香味往往是佛菩萨显现。那么祥云，这是一种瑞相，证明他不是到痛苦的地方，而是到善的境界。那么这一种境界呢，往往是显示是极乐世界。接下来我们看暗语啊，张钟馗、范基二人异乡满室，张善和沙鸟图士祥云绕家，紫云绕家，转地狱佛成宝莲台，瑞应昭着，皆品最后善知识之开示助念也。真的，这两件故事就最典型的转地狱之佛啊，乘上宝莲台往生极乐世界，而且瑞应昭着，因为大家都看到啊，大家都闻到啊，啊，所以很清楚的铁的事实摆在面前。那论这两个人命中的苦报是花报啊，花报断气之后才是真正接受这个果报，那果报呢就是在地狱。所以转地狱之火反而坐上宝莲台，而且呢是非常的明显，不是模模糊糊的或有或无的。皆凭最后善知识之开示助念，是凭靠着什么呢？凭靠善知识，善知识前来开示弥陀救度的道理，引导他成了弥陀佛名。结果一念一念当中，念念都在消除他的罪业，消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所以在即将堕落地狱，千钧一发为神之志，遇到善知识了，就能够填乾坤大挪转的啊，这个可以说是很殊胜，也很不可思议啊！各位莲友，对不对？最后善知识，善知识是谁呢？各位是不是善知识？是，是不是？是，是啊，各位都善知识啊。你们如果去帮人家助念，让他往生极乐世界，那谁是他的善知识？就我们。那我们做善知识容不容易？从这一点来讲就容易。当然如果要登台讲经，或者是要领众共修
这种善知识，那容易不容易？那就不一定容易。但是要送人家去成佛，在那离苦六道轮回，这种善知识容易不容易？大家都可以做这样的善知识。阿难尊者曾经问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佛啊佛啊，这个善知识啊，是不是我们得到的一半因缘呢？”啊，阿难尊者认为说，善知识教导我修行，所以我一方面修行，啊，一方面接受善知识的教导，我就能够证果啊，就能够解脱。所以，是不是善知识就是我们一半的因缘？各位，善知识是不是一半的因缘？释迦牟尼佛说不是，善知识是全部的因缘啊，全部的因缘是全因缘啊。那释迦牟尼这么讲，我们就觉得奇怪。那全因缘的话，难道我就不用修行啊？如果从这里这个典故来看的话呢，帮他助念的人，是他往生成我的全部因缘。他固然有念佛，但是是随着善知识的引导来念佛，所以善知识等于他的全部的因缘啊。因为佛法讲缘嘛，缘只要缺少了一个，就不能结果，甚至呢整个都动不了。这个机器即使再怎么样的高明，缺少了一个小小的螺丝钉，恐怕就运作不起来。所以善知识是得到的成佛的最大，也可以说全部的因缘。要一个譬喻，这个石头一定会沉下去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它浮起的缘，一定是沉下去的啊。那么它能够浮起来，是它的力量吗？是浮起来的那个缘啊。那是浮起来的缘一半，然后一半靠它吗？也不是，全部都是浮起来的缘。所以我们说往生极乐世界是绝对他力，完全靠弥陀的力量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因为我们从娑婆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是坐上弥陀的大愿船，能够从娑婆到极乐世界是大愿船的力量。我们固然所谓的要深信啊、切愿啊、力行啊，啊，那只不过是随顺的阿弥陀佛的呼唤，老老实实的啊坐在船上而已。而且所谓深信、切愿、力行，信是信什么？如果信错的话，那就不能往生啊。那切愿的话，我们凡夫只有凡夫的至诚恳切的心啊，哪能够说跟佛的愿一样呢？佛的愿譬如说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四弘誓愿记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练啊？但是我们有真的去做到吗？所以我们的愿不是真切的啊。我们说力行，我们一天念佛能念多少？顶多几万句，念念当中也是随佛交参，妄想纷飞，所以完全都要靠善知识啊。譬如说我们跟这个人走，这个人往西边，那我们就会往西边；这个人往东边，我们就会往东边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跟没有信仰的人走，将来就会堕落地狱；我们跟有信仰的善知识走，就会成佛。所以善知识像什么？像针，我们像线一样，针带着线走，线在绕路，针在绕路，线也跟着在绕路。针所达不到的，
地方现也绝对达不到。这也表示我们跟随善知识，要选择善知识，必须是能够让我们解脱的善知识。就净土法门来讲，也必须是真的懂得纯净净土法门的善知识，才能够让我们这一辈子百分之百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就显示出善达大师所讲的自信教人性，唯有他自己信受这个法门，懂得这个法门，了解这个法门，他才能够教导人家相信行走这个法门。如果没有遇到净土法门的善知识，那就不能解脱。好像这两个人张钟馗跟张善和，他们所遇到的就是念佛往生的善知识。那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善知识的话呢，恐怕他就要堕落地狱了。因为不是遇到这一方面的善知识，不可能跟他讲念佛往生的道理跟引导的方法啊。那刚好他们遇到的都是这样的法师，那也显示出在那个时代念佛的出家人很多，所以才能一遇就遇到念佛的出家人。同时也显示出念佛的在家人更多啊，因为出家在家比较的话，在家是少之又少的。那么这个也可以从所谓的家家弥陀啊，户户观音来证明，也可以从这个满城断肉啊来证明有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、满城断肉的典故，在上次呢有介绍过啊。在《大悲经》里面就说，若能辗转相劝行念佛者，此等悉名行大悲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劝人家念佛，劝一个人啊，那么那一个人要去劝另外一个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啊。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呢，叫做行大悲之人啊。行大悲，所谓大慈大悲是只有佛才有的，菩萨呢还不是大慈大悲。可是即使我们是凡夫，假设能够劝人家念佛，那么也就等同佛的大慈大悲那样啊。那如果能够自己念佛往生，那等于是自己在行大悲；能够劝人家往生，等于是化他的大悲。所以唯有念佛才是真正的大悲，那么能够行这一种大悲，才是真正的知恩报恩，才是真正的功德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能够解脱生死轮回？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只有这一个法才能让自己行大悲，也才能弘化他人啊，辗转行大悲。那如果不是这一个法门，就都谈不上了。所以印光大师就说了，说成就一个众生往生西方，就是成就一个众生做佛，此等功德何可思议。真的这样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一方面是本来要堕落的，反而让他成佛，这怎么可思议呢？不可思议啊！那么他成佛了之后，他此后不在六道里面轮回，不在六道里面轮回，就不会杀生吃肉造罪造业，就不会使自己痛苦，也使他人痛苦。反而成佛之后呢，就能够广度众生。广度众生，首先会从有缘的，那有缘的谁最有缘呢？我们的父母兄弟六亲眷属跟我们最有缘，那么生生世世以来，我们的
父母兄弟都心眷属，何等的多啊！可以说是遍满整个虚空法界啊。因此，推究起来，真正的知恩报德，真正的孝顺，真正的慎终追远，只有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才能谈得到孝，才能得到谈得到慎终追远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